这些天来，南北方都开启了暴雨模式。在暴雨的恶劣天气下，尽管雨刷在不停地摆动，但雨雾仍会模糊视线，降低可辨识度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开雾灯的车主们不在少数，同样开双闪的车主们也不在少数。到底是开双闪还是开雾灯呢？车主们就傻傻分不清了。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前雾灯、后雾灯以及双灯的功能。前者并不是为了照明，而是为了穿透浓雾，提示周围的驾驶人员，因此常用于大雾天气下。第二种则是为了让后面的车辆更加容易看到你的车，进而保持车距的，因此常用于可见度较低的天气下。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提示其他的车辆的。在国内其使用有着严格规定，多用于车辆出故障的情况下。接下来回到我们开篇的问题，暴雨天气下应该开哪种灯呢？这个得看雨量而定。雨小的情况下，天气较为昏暗，打开示宽灯显示出车的外形轮廓就好。大雨的情况下，打开大灯以及前雾灯就能解决。而暴雨的情况下，倘若不能清楚地看到前车，就要开后雾灯。反之，倘若能看清前面的车辆，如果你打开后雾灯，就会亮瞎后车司机的眼。至于你的人车安全嘛，就很难说了。有些车主们就会问，那么是否应该打开双闪呢？事实上，在亮度上，双闪不及于雾灯，所以普通路况下开后雾灯就够用了。但如果是在高速行驶状态下，或者一些特殊情况下，还是应当开双闪的。总之，开双闪有严格规定，也有一定风险，能不开就一定不要开。对于暴雨天气，难免会给可见度带来一定影响，为了行车安全，应当学会合理开灯，开灯对了，安全就有保障了。即便自己看不清，也能提醒其他车辆路人注意。开灯不对，你是想要自残，还是嫌自己罚单太少呢？